六祖法宝坛经行有品第一。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衣食五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，猎人常令守网，每见生命尽放之，每至饭时以菜祭煮肉锅，或问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。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，不可中顿，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执印宗法师讲涅盘经，时有风吹翻动，一僧曰风动，一僧曰翻动，议论不已。慧能敬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。一众骇然。印宗言至上席，争节奥义，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慧能曰：不敢。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：黄梅副主如何止受？慧能曰：止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慧能曰：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慧能曰：法师讲涅盘经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，如高贵德王菩萨薄佛言：犯四重境，作五逆罪，及一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运知与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：某甲讲经犹如瓦砾，仁者论义犹如真金。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视为师。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，今日得与使君、官僚、僧尼、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，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制，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欢喜，作礼而退。般若品第二。次日为使君请意，使生座告大众曰：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云：善知是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，当知于人至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余有智。吾今未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无为汝说。善知是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是自信般若，犹如说时不饱，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
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嗔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。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自性真空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莫闻无说空，遍及着空。第一，莫着空。若空心静坐，即着无际空。善知识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。日月星宿、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涧、草木丛林、恶人善人、恶法善法、天堂地狱、一切大海、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自性能含万法事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知为大，故曰摩诃。善知识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拜无物所思，自称为大，此一辈人不可与喻，为邪见故。善知识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遍知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来去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善知识，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，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